如何用一根手指让小狐狸为你神魂颠倒？上个视频你们不是说不要用脚了吗？那我今天就打算用手来试一下，毕竟我觉得以手指的灵活性，闪避只要到位，应该不太会骨折吧。不过虽然手指灵活，是我肚子没有点防御点呀。不行不行，为了不受内伤，还是得换回脚来。哦，对了，是谁说肉蛋的屁股长在背上了？赶紧给我扣一扣出来，我带着肉蛋上门来讨说法。